你好，大家晚安。Hello，告白叫教徒一号。啊，文曼姐姐。晚安。小一哥哥。哦。Hello，嗨，大家晚安，看得到吗？晚上好，嗨，大家晚安。这周的主题是未来自己的路线，有什么特质？粉丝意见。我的动力产生，我的魅力，我的魅力产生兴趣的原因。粉丝分享直播课题感想哟。这两天好多甄选者都放跟你的合照呢，你太可爱了，谢谢。在哪里啊？我都没看到哎。一号叫做，看一下，小一哥哥，晚安。先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哦！今天是大家的圣诞节，你们有收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吗？可以跟我分享哟。诗雅姐姐，诗雅姐姐，谢谢你昨天照顾我。我昨天跟思源思雅姐姐一起，我昨天都跟着他们后面跑，像柏林跟嘉义王还有教主都放跟你的合照，真的吗？教主，柏林姐姐我知道哎，还有嘉义王。Hello， 大家，圣诞节快乐！有什么圣诞节礼物吗？我有，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有，就有圣诞老公公送我的衣服，这件，这样，还有玩具，耶！昨天什么活动啊？是那个在拍 MV 的，在 TP48 官网上面好像有直播，可以去看一下哟。圣诞节快乐！我还有收到那个玩具，就是一颗一颗的那个。珠珠吗？珠子，然后就可以喷水，就会定型，然后做吊饰的。昨天拍摄辛苦了，不会，摄影师他们工作人员也都很辛苦。是呀，姐姐。思源、思雅姐姐，他们都会主持，然后都会照顾大家，然后都觉得他们好厉害，好厉害。
谢谢小一哥哥的爱心。圣诞节快乐，文曼姐姐。我老了，不能过圣诞节了。圣诞老公公，哎，不对，妈妈说圣诞老公公会送大家礼物到20岁哦。嗯，我们都觉得你快变那些姐姐阿姨的宠物了。嗯，宠物，我家也有宠物哦。第一周的时候有介绍它，我们家的咕噜咪小狗狗。你们都比我年轻，大家都很棒。嘿，新人爱心，谢谢，谢谢赵怡珍与张嘉轩。你们今天可以留言跟我说，看过我的作业有什么感想，或是我的直播有什么感想。或是你们可以说，你们看，就是我有什么魅力，可以在下面留言，我蛮想知道的耶。这周的主题哦，谢谢。昨天我们去活动，然后就是去拍 MV， 然后就有开直播之类的，就拍从早上大概不到几点，十点嘛。左右，然后到晚上8、9点左右，其实蛮开心的，就是大家都很大方。圣诞节快乐！我妈妈说，圣诞老公公只送乖小孩礼物，思雅姐姐也是乖小孩。我妈妈说，只要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就可以拿到圣诞节礼物。你们有收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吗？谢谢小易哥哥，记得投票。思雅不是小孩了。我等一下想要跟大家聊一下我对 TPE 的感觉。我这两天参加活动想了好多、哦、谢谢谢谢小一哥哥的爱心。我觉得我就像小粉丝一样去看我的偶像。谢谢旅馆的爱心。我真的很喜欢台盐生们的6个姐姐，他们都很贴心，很热情，很亲切。谢谢爱斯青铜红豆士。谢谢博汉的分享哦。怎么没有人说你们收到什么圣诞节礼物啊？谢谢阿别吗？雪宝宝。大家晚安。Hello, I love coffee. 雪宝宝。
圣诞节快乐。没有收到圣诞节礼物，没关系。下次见面，我送思雅姐姐圣诞节礼物。Hello, I love coffee。吹风机的背景声，姐姐在吹头发。听得到哦，我以为听不到。老了要送别人，不能收礼物了。没有老，没有老，都很年轻。你最近好吗？很好哦，非常好哦。都很开心。咦，是诗雅姐姐，对呀，年纪大了，没有礼物了。我的袜子里被放了袜子，我问姐姐，好酷，我也想送礼自己被放了袜子，为什么会被放袜子？我也想收礼物，但是只能送礼物。大家都只能送礼物。这句话经典，没错，超好笑的。枪是什么意思啊？不能跳。谢谢天晴姐姐花天晴的100个爱心，被戳到笑点，我笑点很低，就是没事就一直笑，而且都停不下来，而且我讲笑话很不好笑，很喜欢笑，可是我讲笑话都姐姐跟妈妈听了都不会笑。雪爸爸，谢谢李冠，像嘉义王那样疯疯的就是强。谢谢文曼姐姐的爱心。那现在讲一个笑话，我想一下。哦，有一天，就计程车司机就开计程车，然后就有一个警察在路边，然后就拦住他。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很生气，然后就说：“我又没有违规，又没有闯红灯，你凭什么拦我？”然后那个警察就说：“我要上车。”警察，谢谢呀。听背景，妈妈有没有笑出声？就知道妈妈捧不捧场了，妈妈躲起来了。你看哥哥，这是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看来妈妈不捧场。不会啦。Hello 邱万一，笑话呢？笑了笑了，谢谢文曼姐姐。嗯哼，
可是我觉得袜子里面放袜子比较好笑。还在直播间的嘉怡，袜子里面放袜子哦。这周的主题哦，呀、谢谢小一哥哥的推广，大家可以到卡提诺论坛 TPE48 投票哟。嗨，陈博翰，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嗨，三 GDD， 谢谢北极冠红。那你知道，蒋娜，你知道青椒从十楼摔下来会变什么吗？会变烂掉的青椒？没有，是什么？那青椒从十楼摔下来会变什么？会变什么呢？青椒从十楼，茄子，红椒，不知道，烂掉的青椒。圣诞袜不放袜子，不然要放什么？放礼物。会变什么呢？会变茄子，因为它淤青了。咦，茄子不是香蕉掉下来吗？香蕉掉下来也会淤青。哦。我之前好像听过这个笑话，会淤青。咦，香蕉、青椒。哦，刚刚好像有人说掉下来会变红椒，是不是因为青椒流血变红椒？有可能，谢谢边缘天龙人，好捧场。如果诗雅在自己台讲，一定会被吐槽，会吗？咦，谢谢，哇哦。早餐店饮料上面有很多笑话哦，对对对，上面有时候喝豆浆之类的，上面都会有笑话。谢谢坤坤的分享。啊，铁子酱，晚安呢。谢谢边缘天龙人，谢谢陈哥的分享。我昨天有跟很多人拍照，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今日も可愛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てつちゃん。但是喝早餐店的奶茶会拉肚子，真的吗？幸好我比较少在早餐店喝奶茶，我都喝豆浆，不然就是在家喝水或牛奶，因为我不知道胃比较不好，不太能喝茶类的。可是抢到宝箱的记得回馈哟，小一哥哥，可爱阳光热情，谢谢谢谢。陈哥，谢谢 Kevin 的分享。喝奶茶会拉肚子，乳糖不耐症吧？乳糖不耐症。可
可以把很多人粉专都有你可爱的合照呢。好哦，一号大学。诗雅在自己台讲笑话，应该会被品涵姐姐怎样？品涵姐姐发废文，为什么呢？诗雅姐姐真的每次何必啦？是哦，我也是，就是我喝那个。泡的牛奶就是奶粉，不知道是不是过敏，就是每次喝都会拉肚子，隔天都要去看医生。就是一种一大罐，然后用粉的那个就会拉肚子，可能是自己过敏吧。这个礼拜你很痒吗？这个礼拜有题目吗？有哦 ，Tets 讲这个主题，未来台湾的路线有什么特质？粉丝意见，我的魅力产生兴趣的原因，粉丝分享直播课题。感想哦，可以，我想知道我自己的魅力，可以那个留言，我整理一下哈。这个礼拜的课题第一是说自己对未来的。走什么样的路，就是走演艺圈子，就是怎么样的路线，或是粉丝们有什么感想之类的。我希望我走什么样的路线，不能喝茶很可惜，就连珍珠奶茶都不能喝吧，就是可以喝一两口，不能喝整瓶。粉丝们觉得我的魅力在哪里？为什么会喜欢我？平常很可爱，跳舞的时候很帅。谢谢诗雅姐姐。再来就是请粉丝跟我说我的直播跟我每周的作业有什么感想跟意见。感想意见，大家的妹妹，我有看到你有演戏耶，谢谢 Tets 酱。演戏哪一个啊？露野，晚安，圣诞节快乐哟！谢谢大家的爱心，谢谢保姆编号四的那个分享。咦，我们国民妹妹进来的朋友，大家安安，圣诞节快乐，就很可爱。谢谢红豆师，舞台下要当 TP48 的第一萌妹子，舞台上要当 TP48 第一的小舞王，这样就有无敌的反差萌了。我不用当第一啦，第一是台延伸他们的姐姐，因为我喜欢台延伸的姐姐们。对啊，第无敌的反差萌，这两天去参加活动，然后我现在就更崇拜那六个台演什么，就是平涵姐姐，然后思源思雅姐姐，然后雨林姐姐、林姐姐姐跟果果姐姐，六个了吧？
平汉姐姐，她们真的真的非常漂亮，然后我真的很崇拜，自然就好。也不止一个，演戏的时候，你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什么？就是我是大概一年半前就先拍了一个广告，然后之后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活动。可是那一次第一次参加广告的时候，就只有出现一两秒而已，就是小配角这样。谢谢我大妈被卖的闪退。我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广告的时候，就觉得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表演，就是站在舞台前面，然后跟大家就是分享的感觉，就是表演，喜欢。要有野心，要有霸气，要以 center 跟总选第一为目标。好，我会加油。然后之后就有，就是之后就慢慢就是跟着，有一些就接了两部的电影，两部，然后那时候就有慢慢去挑，一部是外籍的妈妈，外籍家庭的一个。叫做《我的火星妈妈》的一个微电影，然后就是我是演一个印尼的小孩，那时候皮肤也蛮黑，所以就那个就当印尼小孩，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故事是就。我转去一间学校，然后跟大家说我是印尼人的话，大家会觉得排挤我，然后会不喜欢我，所以我就骗大家说我的妈妈是日本人。可是我就是发生一些事情，觉得这样子对妈妈不好，然后之后就有唱一首印尼歌跟大家说，其实我是印尼人。就是跟妈妈谢谢，然后我唱那首印尼歌，我唱一下那首印尼歌。卡西伊布克巴达贝达达德尔丁嘎三胖扎玛萨汉亚门巴里达哈拉肯巴里巴盖三十年马尼拉里杜尼亚，就是这首歌是说我喜欢妈妈，我爱妈妈，妈妈都把东西奉献给我，就跟太阳一样，大概是这样子的。这部片叫做《我的火星妈妈》，可以去 YouTube 查一下哟。我看过那个，真的吗？谢谢文曼姐姐。拍电影的时候，候选不会怕吗？拍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啊。可是就经验累积嘛，就是要每次。去试镜，每一次去选啊，都会告诉自己不要紧张，然后就是慢慢挑战自己的勇气的感觉。然后，可是我试镜几乎都没有被选到，所以就会觉得啊，就是我那时候是不是会紧张啊？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之类的，然后就希望下次可以改进，所以经验嘛。所以我之后拍几次之后，我就比较不会怕镜头。雅虎机 ，Hello， 谢谢雪宝宝。然后之后还有接一个微电影是那个资生堂60周年吗？蛮最近的一个微电影吧。然后我是演主角的小时候，里面有蔡依林哦，可是我没有跟她对到戏，我没有看到他，太可惜了。那时候就是演主角的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然后要去颁奖，然后妈妈就说涂口红会涂上大红色的口红就会很漂亮，可是涂的都乱七八糟，然后外围都是，然后我去颁奖的时候就被大家笑，然后就一直哭。然后之后主角长大，不是主角长大，就是我的角色长大之后，就是更知道口红的重要，大概是这种感觉。Hello， 圣诞节快乐，91号。果果推，谢谢文曼姐姐的爱心。那跳舞的时候会去雀巢吗？有参加好多比赛耶，谢谢，就是自信吧，喜欢跳，然后跳的那个瞬间也不会去管别人，就是不是不会去管别人，就是跳好自己就好了。来，谢谢果果推91号的圣诞外。其实在跳舞的路上我遇到蛮多的挫折的，可是就从那里慢慢爬起，就是跌下去再爬上来，然后跌下去再爬上来，才会越来越进步。对呀，优选跳舞好厉害，谢谢戴子酱，喜欢啦，喜欢跳舞。怎么说呢？就是在跳舞的时候啊，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是怎么看我的，就是我想要把舞跳好，我想要在镜头前面表现好自己，就要。不是光只有想，就是用自己的经验去换出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就看这样子。谢谢钻石，边缘天龙人 ，Life Me 助手，谢谢本田妹妹。这么可爱，跳舞却很帅气呢，谢谢。我以前，对，我就是一直跳街舞，所以要求的就是比较帅气。谢谢雨晴。谢谢爱心。然后对呀，欢迎大家看一下下，
这是这周的主题哦。讲，是自己的魅力，然后未来要走的路线，这样有看到吗？哦，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就是我的魅力，就是这个。产生兴趣的原因，想知道。谢谢边缘天龙人的谢谢小一哥哥哟，谢谢雅虎鸡的爱心。嗯哼，你觉得跳舞的自己和拍电影的自己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可能跳舞的自己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啊，其实就不会管我的现在外表怎么样，就是比较不行管啊，就是现在就是要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可是在拍戏的时候还是就是要拍摄的时候不能一直用自己的衣服，可是就是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在镜头前面是好的，怎么样是不好的。感觉佑轩可以走反差萌的路线，超可爱，一跳舞帅死一堆人。好像刚刚也有人这样说，自己觉得呢，自己的魅力和未来想走的路线。以后因为我从以前就不是以前啦，就几年一年前嘛，就有开始接触这个表意的感觉，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的，所以可能未来也想要站在镜头前面，不喜欢，我比较想要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讲话分享，然后表演，觉得很开心，会有一种成就感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比较想要这样走这一条路吧。可是这个表演圈其实也分蛮多路的，可是我现在也不太了解那么细啊。可是不想要离开镜头吧，感觉看其他演员嘛，其他表演者就是在镜头前面都觉得感觉很好玩，所以从以前就很想要，可是这条路感觉不太好走。然后你觉得台下观众怎么欣赏你的表演呢？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我的真，真心，就是希望大家台下的观众啊，可以感受到我的真心吧，就是我很喜欢，可以感受到我的热情嘛，那种感觉就是。比较希望这样，我还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做帮助大家的工作，就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然后看到我真心这样子真的表演的话，
希望可以给他一点自信心，然后让他开心一点。大概是这样。谢谢艾米小天使，谢谢雅虎机的爱心林一荣，希望我自己可以以后可以借由表演去跟大家接触，希望给大家更多的力量，人生动力。真的吗？艾米姐姐也喜欢跳舞，跳舞很好玩。可是如果只要到表演就很紧张。对，我第一次跳舞表演是2年半前七月的时候，就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就哭了。那时候还有化妆，就是因为那真的是我第一次表演，就很紧张，然后就有哭嘛，然后怕自己跳错啊之类的。可是站上台不要因为自己紧张的情绪然后去影响到自己的表演。 Hello 树 Chris， 我以后想要走跳舞的路线。以后想看看小天使 Amy 姐姐的跳舞。好，我可以开开心心，可以开开心心的看柚子。谢谢伊卡。我每天跳舞，有人都说很帅。我昨天去参加活动，然后看到那些台盐山的姐姐，就会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他们就从2年前吧，就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嘛，我也不知道。就是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就觉得他们好厉害好棒，很开心。然后就觉得自己刚加入这个团体，然后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坚持到最后。我真的很喜欢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被选上。我觉得要坚持梦想真的真的很不容易，就是需要很多力量，不管是粉丝给的支持啊，或是家人的，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这次 TP 很多人，然后不知道最终会选到几个人，好紧张。有人会被选上，然后有人会落选，然后觉得之后会公布结果，觉得蛮难过的。然后如果自己真的没有被选上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未来就是可能是时候未到之类的。因为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喜欢大家，我一定会成为他们的小粉丝，然后一定会很支持他。希望来看直播的大家们知不知道 TPE， 知不知道 AKB，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脸书打 TPE48， 就是去看他的官网，里面都有一群真的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孩，都可以去，大家都为了梦想在努力。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他们，也喜欢我。我现在还不会觉得有压力，可是因为时间就是甄选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就是会想到有些人会选上，然后有些人不会选上，然后就是经过这两天的活动就还是就是很喜欢大家，然后想到这个就有点难过。所以我昨天从台北回新竹的时候心情很开心，可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大家，所以想到甄选都快结束了，然后也有可能不能跟大家见到面，然后有人会选上，有人不能被选上，就会有一点难过。可是没关系，不管我有没有被选上，一定会支持大家，就是支持台有进 TP 的人跟有进，不是就台研生的人。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油。所以现在有看直播的人都可以去上 TP48 的官网，去我们是一群很努力很努力的小女孩们，可以去看一下哟。优选很善良很体贴人，虽然有竞争但仍然有成全别人的心情，谢谢。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吧，我觉得台研生的姐姐们真的很棒很棒，然后我最喜欢他们的笑容。我第一次上台表演也有哭一下，可是我觉得要坚持到底不可放弃。对呀，你很棒棒的，我是你的小粉丝，谢谢少荣姐姐。这一个月，这一个多月，真的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对呀，没关系，至少我知道有谁。谢谢太子酱。感觉今天来看直播的人都好贴心，谢谢神推120号，希望大家都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对呀，我觉得梦想真的很难，超难，在做每一个梦想的时候都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动力、支持。谢谢北极冠红，谢谢潘佳佳，不佳佳，潘佳佳，谢谢太子佳。今天妈妈有跟我说，就即使我的表演再好，就是就没有粉丝们的支持，就是我也不会好。就算那个经纪人啊、官方啊一直推我们啊，可就算这样子，如果粉丝们不喜欢的话，也不会红啊。所以真的支持很重要，要坚持到最后，永不放弃。没错啊，潘佳佳姐姐，你看，好女孩。边缘天龙，加油！
我会加油，大家要一起加油，真的是好年，谢谢潘佳佳。其实压力最大的是评审，评审，可能吧，评审也很有压力，我不知道，大家都有压力，评审一定真的很有压力，因为那么多人，我不知道要选几个人呢。你们知道看选几个人吗？很正向。先准备好，听到枪声就冲了。对呀，听到枪声就会被打死了。这是笑话哦。我等一下要去看诗雅姐姐。咦？不知道选几个，对啊，期待看佑轩站上 TP 剧场，谢谢。昨天几乎 TP 一的人都有到，大家真的都很贴心，很厉害。最终应该30个扣掉阿布29个。哦，谢谢边缘天龙人。30、29，真的哦，应该跟 AKB 差不多人数吧。应该是因为是姐妹团之类的。Hello 啊，有些嗨，一听。昨天好玩吗？想听你聊聊感想。就是昨天，对呀，就是大家都很棒，然后很喜欢跟大家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就会，大家的笑容真的都很漂亮，而且大家都相处得很好，都不会有竞争的感觉。其实我们跳舞也是一个团，可是里面都会有竞争，就是互相竞争。可是那个竞争真的会让我压力很大。昨天在 TP 就觉得大家都很亲切，然后都很放松。不会感受到压力。佑轩是个人见人爱的小女生，谢谢，谢谢果果推。我等等直播的时候帮你们推广一下，谢谢 Amy 姐姐。包一次叫那些姐姐阿姨给你10块，你就是大富翁了。我钱好少，好想存钱。可是我也很喜欢抱大家。真的，佑轩都被偷抱。是吗？你有抱到吗？他跟我同年纪呢。昨天便当好吃吗？我昨天它是异国便当，好像有韩式、意式跟台式。我吃台式的那个排骨便当。我前天的便当我也是吃排骨，都吃排骨，蛮好吃的吧。昨天因为人真的很多。然后 TP48 的工作人员真的对我们很好，都很照顾我们。有抱起来很舒服，最萌的身高差。昨天整场活动参加下来，会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剧，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感觉很好，就是工作人员都对我们很亲切。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TPE， 没报到的姐姐听到后都觉得，下次要排队了，不用，耀轩的微笑，一直讲，说，高啊，都这么可爱，谢谢 Dad 酱，一听不要坑，哼，坑蒙一听，我没坑。坚强心，大家可以去我的粉丝专页 FB 大本田佑轩，会有我的粉丝专页，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会有我的一些资讯。我等一下会分享昨天的照片。一听昨天有没有坑啊？米娜姐姐竟然也在哦！哼，昨天看到吧？昨天真的很美好，幸福，一群女生大家玩在一起，真的很开心。被发现了，有跟品涵。鸡是什么？有看脸书的直播，昨天看到大家都很开心。对呀，大家都很开心，我很开心啊，真的有强。有跟平衡接报吗？接报，接报。我有跟平衡姐姐照相而已，就是在他们旁边，他们都好漂亮，就是他们很漂亮啦。任佳佳，你大容易发现，真的很漂亮，平衡姐姐，只有跟他们拍照。只有跟平安姐姐拍照，平安姐姐很漂亮。昨天有拍照就很开心了呢。不好意思抱人家，因为觉得自己很厚脸皮，一直跟在别人后面跑。昨天那个地点很漂亮，对呀，而且昨天天气蛮好的，有太阳，可是也有风。昨天最好玩的是我跟果果姐姐照相，她好高，然后身高差超多的，她比我高。应该有差二十几公分，有，他很高，对，我是沉默的家属，不行，下次跟平涵姐姐抱一下，那我要像五尾熊一样粘上去，可以吗？昨天看到最多人合照的就是跟嘉义王了，还看到嘉义王逼你说他很可爱。嘉义王是几号啊？好想混入参赛者，包底本田妹妹。潘佳佳，可能不止二十几，可是果果姐姐都会蹲下来。你们能合照一定很辛苦，果果太苦。果果姐姐会蹲下来啊，最萌身高差，
当然下次要看到照片，哈哈。九号加一玩哦，乐器组。我可以去看一下，待会。7:40了耶，建议国直接把你抱起来。国国姐姐那么瘦，抱得动我。你好，润生。我再跟大家介绍一次，进来看直播的大家，好，我是 AKB48 台湾姐妹团 TP48 成员甄选的候选人133号本田佑轩。你们有看直播的人不知道什么是 TP48 的话，可以去网络打 TP48 去找他的官网，就会有资讯。这是一群很爱表演、很努力的小女孩，为了完成梦想，就是参加的活动。希望你们可以去上网搜寻。我们这些女生都很可爱，很努力，所以要支持我们哦。就是不管支持谁都可以，就是只要你选 TP48。 Mina 姐姐，姐姐比我快，子怡姐姐，哼。 Mina我都觉得柚子酱可以直接去 AKB 的选秀会，没那么厉害啦。AKB 的他们也都很厉害，我觉得能够被选到候选人就已经很开心了。因为昨天看到那么多厉害又可爱又努力的姐姐，就要跟他们多多学习。昨天从台北到新竹就一直想这些事情，刚刚害羞好可爱。谢谢告白教教徒一号大举哦，加油。我真的也觉得本田妹妹去本家也无违和，真的吗？昨天跟本田妹妹合照，她好开心。咦，我昨天有看到自己姐姐，很开心哦，楼上炫耀。你们。大家记得要支持 TP48 哦，没错，网页搜寻 TP48， 然后就是官网女孩投票区。你们还有什么要给我建议？不管是我直播或是我交的作业，谢谢自己姐姐的雪宝宝。谢谢 Cancel 姐姐的雪宝宝，我好羡慕你能跟本田妹妹合照。咦，咖啡，呵呵，咖啡馆，谢谢北极灌红豆爱心。今天的爱心都是姜饼干。姜饼人、圣诞老人还有圣诞树叶，谢谢小易，加油加油！谢谢自己姐姐，我想还想要，真的很谢谢大家，就是有在官网帮我留言之类的，就是看了很感动。真的很谢谢大家喜欢我，
圣诞节的关系。对呀，今天直播进步很多，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更清楚地说出来。好，我很不会说话，就是不管是我的跳舞老师或是妈妈，就一直很想要训练我的说话。就是其实在直播的时候我也学到很多，就是跟以前啊，以前更不会，以前讲话都不清不楚，现在有进步一些，可是我很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每次因为我有时候日文跟中文会转不过来，然后回答问题就很慢，然后别人就会觉得很不耐烦吧。每位参赛者，你们都要加油哦，而且都是有内容的，保持你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不管未来如何，我们都看到你的成长。谢谢大橘，圣诞快乐。想到第一天开播的画面，现在本田妹妹非常流畅，那是因为第一天人生第一次开直播，太紧张。我还记得第一次开直播，妈妈在旁边一直偷偷帮忙。对呀，耳机是要听自己的声音，不是的，我说已经把想法很清楚说出来。赖清德，妈妈在房间不能看直播。赖清德，台南市长好，新竹市长有玩直播吗？感觉会很多人看的感觉。干巴的，嗨，妈妈应该在耳机里，对不对？没有，没有啦。耳机是我听自己的声音。还有沙发上的狗狗，一脸无奈被你抱上来介绍。对呀，那时候被我抱上来，他就一直抓痒，然后一直睡觉，一直睡觉。对呀，我第一次开直播也很紧张。对呀，大家都会紧张。人生第一次本来就会紧张，而且那时候不但我第一次开直播，而且我之前没有看过别人直播，就是没有去接触这一块。所以不知道怎么用。我是真的加入 TP 之后才会比较有这方面的感觉。我想看到林志坚。我住新竹，我常常看到他路上海报满满是。之前去表演跳舞的时候，就有一个是跟林志坚市长合照，他在新竹啊，可是那时候就很可爱。有吗？7:50了耶，剩10分钟而已。QQ。你们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语言转换将来会是很大的优势哦，不论日文或中文都要继续进步。对呀，可是转换真的很难，就是妈妈也是都会，转不过来，现在有一点困惑，没关系。因为我们家在家里讲话都是中文跟日文掺杂讲，所以有时候要全部说日文或是全部说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转不过来之类的。优先用日文自我介绍一下吧。はじめまして、私は本田ゆずかです。
さっき言ったのもそうだけど、みんな頑張ってて、みんなが大好き。TP48 に入れるのが楽しみで、みんなも頑張ってほし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みんなも TP48 応援してください。大家也要帮 TP48 加油。这样，嗯？大家记得到 TP48 官网。嗯，但是以后两种语言都熟会很吃香。嗯，英文也要加油，可能会更有力。那 Let's jump， 拜拜。Can say。今天是不是倒数第二次直播啊？是吗？这样会有一点舍不得。英文是必要的，对呀。Tets 讲会讲英文吗？想听。会，送了雪宝宝，谢谢。线线。看错，啪叽啪叽啪叽，谢谢哦。八八八等于啪叽，我以为是棒棒棒，因为之前都有到1:14，真的是倒数了，对呀，舍不得。我真的觉得柚子你很聪明，我11岁时应该只会做蠢事而已。妈妈都说我很傻，在家人面前都做出一些蠢事，一直闯祸。妈妈都跟我说，叫我不要太单纯，就是，要。现在的人都很邪恶，没有啦，不能太单纯。我11岁还在上课偷看漫画，上课。如果我们上课偷看漫画，会被抓包。我妈妈也这样跟我说，真的吗，子怡姐姐？咦，当然不会。7:55了，那我再跟大家努力学日文中，加油哦！保有赤子之心，但要适当保护自己。好。55了也，差不多了。大家记得要去TP48 的官网，就是去网络查 TP48， 然后的官网，就看他的官网，然后打女，就是看女孩投票去，就会有很多人，女生，小女生，我们是一群为了梦想在努力的小女孩们，记得要支持 TP48。支持我们哟，然后，ウェブで TP48 を検索したら、ウェブがあるので、TP48 のウェブの中に入って、女の子のあるページがあるので、そこでみんなを応援してください。记得支持我们哟。可以去，等一下我会把那个昨天跟大家的照片会把它 po 上去，所以你们可以去脸书搜寻本田佑选去看我的官网哦。而不是官网，粉丝专页，我的粉丝专页本田佑选可以去搜寻一下。谢谢线线。
今天应该是倒数第二次直播，所以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我很喜欢 TP 火贴，然后很喜欢参加 TP 火贴的每个人。谢谢大家，谢谢喜欢我的粉丝们，谢谢大家，谢谢谢雨婷，谢谢大家。有些超乖的，原本还不敢放。你不加播吗？有时间我应该会加播的。不想要。对呀、舍不得啦。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哦。谢谢每个粉丝，太子酱啊，志怡姐姐，谢谢谢雨婷，小一哥哥，然后大家，还有那个告白教教徒，一号小菊，大菊哦，汪小六，黄酷来，大家圣诞节快乐。希望你们每天都很开心，很开心哦。世上有圣诞老人不骗。我要去看诗雅姐姐直播了，嘿嘿。大家拜拜。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拜拜，晚安，诗雅姐姐台见哦，大家晚安，拜拜 ，Merry Christmas。